这里就是蝙蝠洞的停车场、哦、其实车位没有很多，但一路这样下去有一些住家呢，你可以花个100块、哦、那没有限时。登山口就有一个厕所，先去一下。哇、哦、厕所门口就有一个很漂亮的樱花、哦、我们之前没有赏到，好可惜哦。然后这个厕所也非常干净哎，等一下就要往这边走、哦、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线叫做金牌洞走，金平山，金平山南峰加牌子山，哈、哦，牌子山，又或者也可以走成牌金洞走，好像往牌子山先走的话，高度落差会比较平缓，我觉得我们走平缓一点吧。好不好？对，总爬升大概800多。如果要偷懒的话，金牌纵走，那、哦、什么，越走越斜啊，也是可以直接把车开到观音洞。金牌纵走就会小圈一点了，对，有点套假波了。啊，先不录了，好累啊。好，来到这个地方的话，这边就是我们主要登山的路线。那这边可以去蝙蝠洞哈，停车停这嘛哈，我们在这嘛，啊，蝙蝠洞嘛。等于说看完之后，再走回来这样子上去哈。对，这里可以上去哦。嗯。哇、wow, 好特别的地方、啊嗯、哇哦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你看还有个瀑布哦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有来过吧？有啦，我去找照片给你看。看完蝙蝠洞啦，还蛮漂亮的。先要爬回那个螺旋塔的那个分岔路，我真希望这一段爬升有包含在那个800多的总爬升里。有包含吗？应该有吧。其实只有一点点而已，看凉亭已经在那边了。好，开始往金牌纵走。欢迎纵步道。对，从这边就开始了。这里开始。哦，这个就是观音洞的入口进来的景色。哦，啊，很安静，很舒服。哦，
是什么声音？好恐怖哦！哎呀，太软了吧！铁皮桥，好软哦！你看，快点啊，冲啊，冲过去啊！这能走吗？好恐怖哦！这什么怪桥啊？哇哟，好软！小心，小心！不是，我要走这个吗？我只能走这个啊，这是唯一的回头路，好不好？真的被那个桥吓坏了，无止境的楼梯哦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分岔口哦，这边这一条上去呢，就是先往牌子山哦。那我们回程就是会从这边回来，走完那个金平山啊。两边都可以啦，反正就是一个 O 啦，要么你是从这边回来啊，要么你是从这边回来哈，就这样一个 O 这样子。那哪边？好像这边比较不陡啊，这边会先到那个观音洞的那个寺庙，可以再去借个厕所之类的。这边那观音洞是1.26。对啊。那蝴蝶哦，真是。对啊。哇，在哪？啊，飞走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要不要看看？好，观音洞瀑布。哦，在这里。哇，很热闹。这就是观音洞瀑布。看什么？登山杖，嗯，就带着吧，很重。有没有看到树的后面有那个金色的像观音像啊？哇，好陡的楼梯啊！怎样？又好喘。哎，有多吃的？啊，有吃的。香肠吗？不是，是香卤。香什么东？那个放香卤。哦，香卤哦，看成香肠。谁？哎，有香肠。哎，有香肠。到底有没有？有啦。哦，哇，好大的这个观音像，到底怎么盖的？好厉害啊！这就是我讲的地方哦。如果你要走小的金牌纵走哈，就是停这里。那我们是走大的，就从观音洞那边这样钻上来。哎，太太不见了，喷水香肠、玉米、花生。好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停车场大概是海拔360，这个地方大概是620，爬升了267左右，哈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都还没开始爬就吃东西，那好像真的有点饿了哈。哦，然后我跟你分就好了。我买米茶。中途补给。啊？中途补给。对，很累，爬升260了，超累的。不吃一点怎么行？对。瑞卡超爱吃米茶，不过有厂商是卖米茶。记得业配哦。好啊，可以哦。吃完米肠，上完洗手间，好棒哦！还有卫生纸。对啊。好干净哦！小心车，小心车！他怎么一直绕圈圈？前往第一个牌子山了。哇，好大的观音像，不够壮观的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嗯。这里哦，注意看哦，细布条。干嘛？哎，计程车。
好，再到登山口吧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，哇，你看好多山哦，那个轮廓好漂亮。哇，你看，赏樱哎，好漂亮哦，拍张照吧。哇，这里好美。我觉得我们走的真的超缓慢的。你不觉得吗？有点走得晚吗？我们这样一路上这样东张西望的，好像小偷一样。哇，前面全部都是樱花的。哇，你看，这感觉看过去都是樱花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偶尔有空也帮我拍拍照吧。我刚才问你，你又说不要。你有问我吗？有，我刚才有问你拍照。看那个洞啊！你是说蝙蝠洞？对啊，这么久以前的事。哪有？你走啊，我要帮你拍。好。拍道路。啊？拍道路还是拍我？好了，这里就是我们要去的路线哦。哦，这个是主要啊，这个是登山口，往牌子山的登山口，这条真的很漂亮哦。哇，你看，这是樱花吧？我没认错吧？哎，啊，这是棉花哟、哦。这是什么、啊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这样一路看上去都有很多樱花哎，好漂亮哦。哦。上面都是哎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不要透露这个地方。下次樱花季我们自己来，好不好？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一两只哎，是好多只哎。哦，这叫樱花坡哎，可是让我们误打误撞走来这，我们根本就是在用逛花市的速度在纵走啊。成功，真的假的？看一下看一下。对耶，真的好可爱啊。这整条路都好好美哦。一直在拍，不过确实是蛮漂亮的，真的。这个色调好漂亮哦。那这边有个山，不知道是什么山头。我们可以不要再拍了吗？我不要再拍了。对啊，不然下山都摸黑了。哦，所以这里就是登山口，再走上去大概120吧，爬升就到了牌子山。这个好简单哦。好了，前往我们的第一站牌子山。哦，感觉第一个好简单哦。哦，我们刚才那边赏樱花赏了超久的，我、哦、感觉是一路的楼梯上去，没再客气的。哦，这里好漂亮哦。哦哦哦，哎呦，差点滑下去。依照 GPX 哦。现在开始会有一段蛮陡的陡升哦，那陡升完几乎就到牌子山了，是不是很陡？还好哎。是哦，不是还行吗？很陡吧？有一点。看到阳光了，牌子山吧？应该到了吧？快了。但是这边有一条路呢。这边好像就是往金平山南峰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哇，好丛林哦，这能走吗？不讲我路我都看不出来，以为是厕所。我有到了没？这是什么？电塔吗？到了，第一个牌子山，这个。好，过去看看。经过这个高塔就到了。
对啊，哎，这腹地还蛮舒服的嘞。对啊。哦。现在，哇，哎，好漂亮哦。你看。新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牌子山哦，标高835，那爬到这里大概540爬升了，已经爬了540。对，我们大概再爬300左右就到了，就完成了。牌子山，走了哇！嗯，真的超美的，今天超漂亮的。我再补一下画面，这个是牌子山可以看出去的景色哦。你看这个观音像，好像就是，不是好像，就是我们来的地方，就是刚刚有米藏的地方。米藏，对，米藏的地方。闻得到吗？闻不到。哇，这里景色真的很棒。准备前往金平山南峰。我真的觉得我们非常的慢，现在已经快12点了。对啊，好可怕，还没晚的。对啊，不能再晚。好啦，从牌子山下来到这个位置呢，要注意哦。哦，右手边这边有一条小路哦，这边是往观音洞，注意哦，不要去哦。你也可以去啦，除非你要回去吃香肠。哦，就是这条丛林哦。怎么样，还行吗？那个路有一段漂亮的竹林哦，是不是那么快就来了吗？哇，漂亮！哇，看到吗？哇，好特别的林相。竹笋吗？竹笋，你肚子饿了？好像不再饿。这是不是叫什么梦中竹林啊？梦中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是吗？一种品种叫梦中竹林。是哦。哦，我听说这里更多，你看得到吗？哇，这什么样的地方？这太多了吧？天哪，超美的。对啊，这里照过去，我好想把那条线弄掉。那你相机就绕过那条线就好了。哇，这个就是梦中竹林吗？真的是梦中竹林耶，好漂亮哦！哦，真的超美的。不要上片，不要上片，不要让人家来。很悠哉，很舒服，很棒哈，很安静。对啊，喂喂喂喂，我的腰，哇，这个姿势好屌，真的拍不停耶，梦中竹林，这段可以媲美那个哦，水色大山啊。我觉得有赢耶，有赢哈，我也觉得。而且很干净，好忙哦。我们就在这边待到下午，再原路折返。好啊，先去买香肠，然后再回去。哦、，How wonderful！ 一过了竹林，马上陡下，而且有点不好走。这一条如果逆走，可能安全一点。搞不好我走的才叫逆走。两个方向都有人走。哇，阳光！哎、欸，这里好像哈家纵走来到那个什么丰美溪那种感觉、哦，有一点那种感觉。走往南峰会有一个岔路口哈、哦，这边就是往金平山南峰，这边就是回去观音洞的香肠，你可以赶紧下去再带一只上来。好，走右边的岔路往金平山南峰。从梦中竹林这样一路下到这里呢，其实还蛮舒服的，都是很缓的上上下下，很缓了。但接下来就不知道了，毕竟南峰也是个峰嘛。像猴子一样。你不要摇到有那个蜂窝的，你就惨了。吓到。好了，走。
哇，哦，怎么突然变这么窄？我觉得这竹林真的好冗长哦，你不觉得吗？可是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哇，到了南峰了。对啊，没有展望。你好啊，金平山，南峰，好小的一个腹地哦。嗯。来到这里爬升，从牌子山可能只增加了100。对。那刚刚来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群那个大哥大姐哦。然后跟我们这样子修香声之后，然后突然就，这个我好像认识，是拍影片啊，还挣到水果吃哈、哦。谢谢大家喂。谢谢大哥哈、哦，那个大哥大姐他们说前往金平山，哇，还有一片竹林哎，那才是真正的梦中竹林啊。那我们再骗自己。刚刚那个竹林已经打败了水色大山哎。太可怕。好期待哦，这一段很陡。一直抖下，好难刹车哦，超难刹车的。哎、欸，这真没有竹子抓，我真的会摔死。对呀、啊。哇，我真的差点滑哎。哇，完全无法刹车，就这样顺着下。啊，停了停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山顶公园吗？哇，好宽敞哦！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你看那是樱花吗？你看，樱花哎、欸，是不是、欸？我可以下去吗？从这里？是可以啦。我可以不要下去吗？不要，我下去。我用 GoPro 拍一拍就好了。他会后悔。全部都是樱花哎、欸。走太远了吧？去找他一下好了，也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迷路回不来。哇，好漂亮的一个广场哦，有没有？嗯，好舒服哦。哇，好美哦。哇，又有阳光，好舒服哦。樱花，然后那边是石门水库，有没有？好舒服哦。是啊。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外桃源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行程啦。金平山也是很硬哦，接下来要陡升200哦。这边就是刚刚的那个樱花公园哦，还有很多银白色的芒草，哦，好像都还是很健康的。对啊，金平山往这没错了。哦，从那个樱花那个广场那边上来，好陡啊！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赞！真的，一路这样陡上去哦，啊，是有点陡，但是也爬到730了，好快哦！对，大概只剩100左右就攻顶哈。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嗯，这条超漂亮的，对，真的。哎，我的竹林呢？竹林哦，快了吧？是吗？梦中竹林到了吗？可是我觉得刚才那个目前为止感觉比较漂亮哎。哦，这个就是梦中竹林，感觉这边竹子比较老一点。对啊，这边比较嫩，比较幼气一点，啊，比较直，比较健康。嗯。这老了有点老豆丢。
们再好好的再看一次。梦中竹林吗？已经到了吧，好热闹。快了，快了。不知不觉就到了，感觉没那么难了。哇，三角点，金平山哦，993海拔哦，完成了。好了，那因为人很多，我们就不要占位置了，拍清楚就离开了。不错。好，那需要帮你们拍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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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得要。开心加入你，来来来，新加入一个，一起拍，一起拍。现在从金平山下去了，哇，好愉快哦！虽然爬升也来到800多，但是一路吼、哦、跟大家这样聊聊天干嘛的，还蛮开心的。但是一聊到年纪吼、哦，我就赶紧闪了，不想透露我的年龄了。维克卡比我闪得更快。讲就讲对了。哈？你讲就讲对了。什么？他说你26。马上猜中。猜中，真的好厉害哦。带着轻快的步伐哦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个山比较简单，还是天气比较凉。因为雪山伟人也爬升1000而已哦，可是那次好痛苦哦。对啊，这次我觉得我的力气大概用一半左右。还是没长力量。哎，我没想到哎，补充一些淀粉搞不好是对的。而且你早上又吃了我很多早餐。你。你四颗那个苹果面包，那算什么早餐呢、啊？我才吃了一颗，你就把其他都吃掉。回到梦中竹林哦，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找牌子山的那一段，哇，那个才叫漂亮。果然岁月是残酷的，年轻的竹子还是比较漂亮。不能再讲我了，我哪敢。我们来的时候，但是就是有点这个地方哦，因为这里还蛮不好看的，差不多这样子的差别哦。这边来，大约这个方向下哦。哇，原来梦中竹林一直延伸到这里哦，一路下去都是哎。那我不用去水色吗？对，没错。台北版的水色，北部啦，啊，新北版的水色，怎样？有照得好吗？还不错哦。是吗？我检查。要小心哦。哇！怎么了？走到这边有个分岔路，这边就是我们。预计的大欧，然后这边呢弯弯曲曲的可以回到那个观音洞。那我们预计还是完成一个标准的大欧了哈，但我觉得路线可能差不多长。好，走。感觉这条还蛮冷门的，很多地方蛮不好走的，我们观察一下。好。还行吗？啊？我、哦、这段路不好走，准备卡刚出了一下，吓我一跳，整个跌在地上。这条线有点原始哦，有点杂乱。好、哦，这边也不好走。对呀、啊，好恐怖！对呀、啊，真的很恐怖。啊？看到什么？看到我？看到车子了？看到底了？哇，真的很难走，好恐怖啊、哦！太恐怖了，收起来对不对？它那个没有绳子，会一直滑下来，不会摔到骨折吧？那太恐怖了。那个土很松，土会跟着你一起滑下来。
对不对？对。大家可以考虑跟我走反方向，不然你刚才那一条哦，要下哦，哇，我手都快冒烟了，好痛啊！拉绳又出现了，直接撞上树好了。哎，啊，还有。还有，走着走着，突然就冒出个金平山西风，捡到一根无基石768，我才下降200哦，怎么办？走啊，叫救援。那回程也是有一些爬升，刚已经经历了好几个，哇。这么陡，到底是怎样？又窜出来，来到一片竹林哦。应该是继续往前吧。那都围起来了。哦，这条好恐怖哦！希望不要再有这么恐怖的。这边好奇怪啊，那路被挡住了哦。对，要小心跨过去啊。这个沟沟哈，那继续往这边。哦。我们从那个方向下来的，这样过来，然后跨过来，在林中休息一下，阳光还不错，然后这边有个小展望，哎，搞不好那边有展望，要不要去？要。你后方，你正后方，哇哦，这里有个高点哦，哇，很漂亮。哇，这里的山很漂亮，这条路真的不是一般人走的啊！想说过了竹林，一切都天堂了，没有哎，转个弯又开始这样奇奇怪怪的路。哇，刚爬山的人真的不要来走这一条，我觉得好复杂啊！有路吗？这一圈真的超难走，你看，根本不知道踏哪里，就每一块都会滑。有人。哇！you， 超恶的，真的是走得蹑手蹑脚的。用滑的，好费劲啊！哇靠！真的很滑耶！可以吗？太恐怖了，这个路。我好想脱离这里啊！此刻有人问我喜不喜欢爬山，我跟你说不喜欢。很讨厌。哎呦我的妈！一直。我应该跟大家说好玩无比，好玩极了。哇！逃出升天就是用在这个时候。真的是太痛苦了。哇！这个很恐怖哎。这条我觉得陡上陡下都很恐怖。对啊。我觉得回来的这一段根本没什么好拍的，你可能只要看两分钟，你就知道这整段长什么样，没有变过。那我们滑了大概一个小时半吧。
我一直都在滑、哦。要自己亲身体验那种滑过的感觉。对啊。太滑了。我觉得这一段哈、哦，如果你是爬山初学者，千万不要来。我不是瞧不起你了，是真的是没有乐趣了。Zero。厌恶爬山。对，不过去程哈、哦。各个景色啊，路况我觉得都非常的优。哦。哦。哎呦，哇，好漂亮啊！谢谢。你看。哦，水满到流出来了，你看。洗一洗，再上车子来。啊。你看。哦。我们在那边洗完鞋哈、哦，这样子过来。有没有往蝙蝠洞停车场哦？就这样，这条路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他说这一趟旅程比雪山伟人还累耶。就那段下来那一段，对，放进去了。放什么放进去？要把这段放进去。为什么？别让有人给我重订。哎、欸，你好黑心哦，真的是。哦、oh, ，Overall 加上那一条很恐怖的回程，我给他大概7.5。7.5而已。但如果拿掉最后那个，我给他10分。走到竹林就回去就10分。Hey. 我也是。Hey, 我很多时候为了让自己不要滑，我是小跑下去，然后撞到树，靠树来刹车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家不要学。你看来了。又来了，又是这一段。我跟你讲，再怕也没有刚才的陡下可怕。是啊。不用。哎、欸，这两个人不能走哦，吊桥有点恐怖哦，还误超过5个人，两个我都觉得很恐怖了，好不好？一次一个就好了。我们今天走的是大欧，然后一直瞧不起小欧的人，对吧？但是我爬完的心得嘞，小欧就好了。对，至少下来还有香肠吃。刚才看了一下那个 GPX 的记录，我们爬到结束预计是6小时20分钟。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啊，都是将近7个小时，甚至到8个小时，就同样的一圈，12点多公里，爬升800，快900了。真的，我是在880。880，对啊，就快900了。哦，所以这一趟也是蛮小超哦，整路真的是蛮漂亮的，还是要来，还是要来，小欧就好了，小欧就好，不行，你要走过大欧比较近拍照，对，唱起来，大家依照自己的体力跟技术来了哦，标准时间是6小时15分钟16分钟左右了哦，看，完全有运动。脚也很痛。